观众们加入我的 Discord 群吧，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得到更加多的优惠和福利哦。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Office CK 有史以来第一次的 Roblox 影片。我从来没有拍过任何的 Roblox 影片，因为近期呢，我看到很多观众呢都要求我玩 Roblox， 甚至呢 Roblox 真的是可以带给观众很多很多人喜欢，而且有很多 YouTuber 也是一样跟着拍 Roblox 的。我其实很早很早期的时候呢，有一些观众叫我拍 Roblox， 而我拒绝，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游戏 Oh my god、但是现在我觉得不一样了，这个 Roblox 真的很特别 OK， 所以呢我决定了重来多一次，进入 Roblox 的世界，来陪观众们一起玩 Roblox 杀手与警长的游戏，极特别的 Murder Mystery 2。 OK， 好，现在我们进来了 Murder Mystery 2。 So 现在是怎样？要躲起来，不要被杀。走开走开，来了，游戏开始了。首先我是平民，给我也是平民。好，可以来，我们找一个地方给躲起来先。我躲在这边应该不会被看见吧。哎呦，我的天啊，竟然有枪声，救命啊，祝福你啦，我躲在这边应该没有事情的。哎呦，我的天啊，我一直听到枪声，很可怕哎。来呀、来呀、来呀，我不怕你啊，我躲在睡高上面啊，你应该是找不到我的、有本事过来杀我啊，来呀。观众们，你们是不是对我非常有信心？如果有信心的话呢，现在底下赶紧按下赞好不好，快点帮助我。有一个人被杀了，会不会到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也许吧。我的天啊， Oh my god， 我不敢再下去哦，下去有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不敢下去拿。 Yes， 我赢了哦，漂亮，哇吼吼吼吼，你看一下，我就是厉害嘛，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我就赢了。杀手是谁呢？原来是你是杀手。我找不到啊，我找不到人。太漂亮了，你要杀我吗？没那么简单。杀手还不做事，杀手还不做事，杀手不做事，叫我们先拿钱先哦。杀手在楼上，不要乱杀。我听枪声，他有拿出刀吗？拿刀吗？没有看到。Oh yes， 我们打死了。但是你也死了，不是吗？我没有死啊。怎么会赢？哇，好像我死了哎、欸。哇哇哇哇！没有，这位是警察。What？ 这么容易？太神了吧！太神，他这样子都可以发现到吗？他的哦，他的刀着火，让我误会了。他就是有效果。我以为他的屁股着火。你走这个地方可以验证你是不是坏人吗？好像是，我不确定。你在哪里？我在拿钱，我在跟大帮平民走来走去。来，我杀你。你骗我！你根本就是坏人。哎、你怎么不是坏人？如果我是杀手的话，你就死定了。我是杀手。OK， 你是杀手。我等一下看到你我就逃跑。来了，杀手来了，救命，救命 ！Oh no， help， help me！ 哇，警长在这一边。你有这辆车可以坐吗？应该是不行。杀手在你前面。我在躲。我自杀。他自杀 ？What？哦，还有幽灵哎，那个皮肤。哦，原来是他杀的，开胸七八，原来是观众杀的，不错嘛，观众来给你们掌声 ，yes！ 来啊，快点，让我成为警长或者是杀手一下。我刚才的杀手是差点成功好的，只是说可能太紧张了，该要先杀那个黄色头发了先。Oh my god， 又同样。这个黄色头发的，我们躲在后面就可以了。躲在后面，躲在后面就没有事情了。谁是警长？我怀疑应该是这位女子是警长。错的话，我觉得她应该是警长。我们躲在这边就可以了。她最厉害玩，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死。我先去收钱好了。女子被杀了。我的天哪、为什么会这样？既然杀手好像是女子，叫我不要靠近女子就是了。靠近女子，等下一定死了。懂了，我看了，那个是那个。又来了，你被杀吗？没有，我就是你前面那个是吗？还有60，还有60，要赢了，我们要赢了，我们要赢了，你要确定吗？确定。我为什么经过一下子直接被杀？我也是不晓得也许是我杀的吧。不要跑！
不要跑！哎呀 ，Time's up！ 我还是输了，但是倒叫我杀了蛮多人的。来，这一次我们什么东西不要做，我们躲起来就是了，不要动就可以了。不要动，一定成功。谁一上来？哇，老伟，你上来干嘛？你一定是杀手，你给我离我远一点，走开。哦，我听到声音了，不是来自于这边。Oh my god， 快点。No， OK， 我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只要水一上来的话就是杀手啊，水一上来就是杀手。有发光那个人，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好看他拿到了，对，他拿到他拿到 ，Oh my god， 哦哦哦，好酷好酷 ，OK OK OK， 没事没事，怎样还一上来我们跳下去，哎我们也不可以啊，他跑比我们还快呀，他逃走了他逃跑了。他逃跑了！哎、欸，我他看到我们了，看到我们了，坐下来，妹妹，我们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们应该没有买，没事没事，他看不到，他眼睛瞎了，他眼睛瞎了。哎、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今天无论怎样都一定要做胆小鬼，知道吗？可以可以。哎、欸，你站着、啊，你站着，你站着 ，OK， 你蹲着，你蹲着，你蹲着，我屁股向着你，我屁股向着你，让你嗅我屁股的香味。你不要招手，你招手干嘛？哎 ，Hello，Hello，Hello， 你的头 ，Hello， 等下，哎、来了来 ，Oh my God， 他来了，他来了 ，Oh no，Don't come up please，Oh，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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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Oh no， 啊哈哈，他怎么丢？他为什么丢我呢？加油啊，观众，你可以做到了，加油！快点，只剩下那女生罢了，你可以做到的，快点把她给杀了，她拿了武器啊，她拿了武器，你快点把她给干了，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好，来来来来来，在后面快 ，Oh yes， 漂亮漂亮，来 ，good very good， 哈哈哈哈，我感觉我们的这位观众应该有可能是坏人 ，Oh my god，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你看，我就知道他就是坏人嘛！我告诉你啦。对啊，不然他叫我名字。哎，不是啊，是你啊。不是吧？是你。是。是不是不是不能？有一个翅膀很长，你懂他躲在哪里吗？他躲在基金那边。他验证杀手过后，你懂强吗？他直接把你给杀了啊！我就说嘛，刚才我也是这样子啊。这一次应该没有人会找到我，但是有一个人在，有一个人在干扰我。那个有头在那边，那个有头在那边，一直在干扰我。对对对，很多翅膀，他就是杀手，对不对？对对对对。OK OK OK， 他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了。医生，不要跑过去 ！Oh my god， 这一个人在干扰我，走开！那个人是谁？哦，他叫 O N O D 啊，他是五等啊，成功啊！Yes，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边了，感谢各位的观赏啦。所以呢，这一个 Murdery Mystery 度呢，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游戏，那我测试了给大家。OK， 所以下次呢，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我会开一个服让大家一起 join 进来，大家一起玩。所以呢，谁做警察的话呢，千万不要杀杀手。如果我是杀手的话，千万不要杀我，好不好？好，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各位观众们，拜拜。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各位的观赏，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记得点下订阅哦。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